塑料裂孔、斜孔说明。现在我们首先测试的是啥？选择相应的配件，调节好钻头，锁紧。 我们这里用 C 型大理钳，也可以用 F 夹。我们再测试一下20的扳头。 20的板只要选应相应的配件，配件上面有说明，要调节钻头的长度。 超过35厚的木板，用户自定日，这时候就不需要配件、单子、滑块，根据用户自定，调节好相应钻头的长度。 调节好适应的高度，看一下斜孔器。